这是二环。可以吗？这样啊，今天我整理一下有些事情啊。首先，在这里说一下下一个礼拜的课啊，下一个礼拜的课呢，是念如中轮的传承。如中轮是龙母菩萨的一串弟子，也说是他的所有的中观的教义呢，全部融入这个月称论师的智慧当中。所以月称论师呢，进一步的揭示我们这个中观根本混论的论点有，先居论。先居论是我在翻译吧，但是就像冷不浪今年全部完成了，初稿都已经完成了，所以我自己是对先居论很有信心的。因为中观根本混论的真正的这个道理啊，要明白的话呢，依靠如中轮和如中轮的自识，还有这个先居论，也就是说月称论师，那么龙母菩萨和月称论师呢，就是叫做是中观这个。二大父子，就是也就是说，这个龙母菩萨所讲到的义趣，完全是依靠。虽然龙母菩萨后面有僧天论师啊、月称论师啊、呼呼论师啊、无为论师啊、轻便论师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但其中当中的其中呢，就是最重要的佼佼者就是月称菩萨。所以月称论师的这个中观的话呢，我是很早很早以前也是。当时讲的也不太好，就是因为当时韩语的那种水平呢，就是不太好。但是呢，藏语方面应该没问题。就这样的话，已经讲过一两次，所以这次，想给大家做一个传承。同时呢，那天也讲了法王如意宝的那个欢乐之歌啊，就具体我现在定不下来。有时候我，比较开心讲的时候呢，就是像欢乐道歌。然后不太开心的时候呢，讲如中轮的传承，到时候你们看吧。就是如果，念传承的话，那就是说明就是不太开心；如果讲欢乐歌的话，那就是稍微有点感觉。就是所以，本来唱歌的话，那就是应该心情要有跟就一般都不同吧。这样的话，这个下个礼拜的话，星期一。星期四、星期二，还有这个四六五吧，就是大概，二一，对，这次应该是一二四，一二，除了星期三以外，就是其他的五天呢，基本上用上。那么这个用的方式呢，前两天我说这个简单一点可以，但是我今天晚上想呢，还是根据。现在我们一样的吧，就是我们不念普贤行愿品，如果节约几分钟的话，你们也可能散乱而已，也不一定每个人都会珍惜。实际上呢，就跟这个现在一样的，就是从八点，开始念诵啊，
然后呢，就是到接近8点半的时候开始念传承或者是讲，然后后面呢就是做普贤行愿品的回向。年终的时候呢，希望大家还是要重视。我看我们这里有些法师呢，我们藏族有一种说法叫做这个法师呢根本不会念经，就是嘴里装石头一样的，就是这种说法。意思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嘴里装着一块石头的话，那嘴没办法动，就所以念经特别差的一个法师的比喻，知道吧？所以我们这里我看到这个前面做的这些法师当中的话，有些是确实这个嘴里装石头一样的，就是基本上是从开始到结尾的话，那一句都不念，就是特别特别差。就是说实在的，本来就是这么有金刚，这么有加持的这些经轮的话，那应该念，就是这个时候观想也不可能的，这个时候干什么其他的事情也没办法的。所以说应该按理来讲呢，应该这个我们前面就是特意的安排就是一个念诵时间，后面也特意的安排念普贤行愿品的时间。但是我们现场的这个包括有些法师这个水平还不错的人当中，也有经常什么都不念，就是一直念经的时候就这样带着，就特别傻傻的那样带着的，就这个是我觉得特别在年上方面特别差。就是我们这里的有些法师，不要说新来，有些新来的居士确实也不太会，就是我这个也看得出来，就是有些时候看旁边的人，实在不行的话自己嘴巴动一动啊，就这样的，然后念着念着又开始这个散了，就是这种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有些居士刚刚入门吧，就是刚刚学佛就没办法的。但是有些法师的这样的话呢，我担心你们这个网络上的这些道友啊，网络上的有些道友的话呢，很不认真的这个念诵。如果你实在没有时间，我也不强求。但是有时间的话，最好前后的这些呢，应该这个发出声音来念，就是不要就默默的念。就如果默默念的话，那自己也没有什么感觉。一般来讲，祈祷文字通过一种强烈的一个信心，或者是发出声音，当然发出的声音也不要太大了，就是太大的话，周围的人也是也要影响。大家大家我给大家的是的特别一起跟这个马车自身本命路中的大家那么的。这样的话好像跟身边的人也有一点印象，就是太那个声音太大的话那也不太好，但是呢还是基本上把这个发出声音，就是这样啊。念诵的时候呢就再加上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不管是我们现场的人还是在网络上听课的人，如果在这个期间的话，那就是最好是用这个转经轮吧，因为我们前后的基本上前面接近半个小时，后面接近20分钟，那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们边念诵边用转经轮的话，这个功德非常大的。就所以说这是我在课堂上呢已经就强调过好多次，就是有些人呢就是已经很认真的念，有些人的话呢，当然可能我说的人呢太小了，你们这个听的人呢就太伟大了，就是所以我说了呢就是也不起作用，就说了一两次以后就是然后也不想说了。但是实际上这也不太合理的，对我的是没有什么，你们拉专经轮不拉专经轮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你们拉那个你们念诵不念诵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你个人来讲，凡是把这个事件用的时候呢，我觉得是应该这个认认真真的，不管是我们做什么事情的话呢，应该是这个有理有据的，合理合法的，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这就是一个人的做法。所以首先你应该考虑，就如果不听的话呢，就是我们也没有请求啊，我也没有收一分钱，就然后你也那个没有这个要求，就谁也没有要求，就是求你听一堂课，没有这样的。但是你要听课的话呢，你一定要就把这个时间呢就是用上，听的过程当中呢也认真的，该记录的该听传承的都要听啊。就是所以这是我今天呢在这里就是说一下这个我们这个下一堂课的有些这个传承啊，包括一些前后的年诵的话，那就是现在大多数是很好的。我们这个学会也好，学院这个涉及面的各个地方的话，学院的这个年诵呢，大家都基本会念的，就是在任何地方的话呢，都会念，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啊，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事。你们可以把它当做一辈子的这个自己的课诵。就自己呢你
这每一天就是不能念什么很多的话呢，就学院这个念诵的，比如说师尊一跪啊，还有我们前后的发愿文啊，普贤行愿品呢，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修行人的真正的这个日诵都已经可以了啊。但我们有些人确实念经方面很差的，念昼夜也不念，念经也不念，然后那个就散乱的话，那就是特别有兴趣，这方面就是很有这个，所以呢。前后的这个念诵啊，以后希望大家应该不管是我们学院现唱的这些这个法师也好，有些居士也好一定要认真起来。然后你们是通过网络来听课的话呢，那么咳咳你应该还是认真的这个对待啊。那咳咳我下面。今天中观根本会论的后面的几个部分呢、啊，应该今天就念完。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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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雷声门呐，得了嘣没得，得了没得，得上上班。碰到门了，对上是吧？刚几年那个对上几碰完了，对那让人来有门那让人来那刚没把的，像我来干了有的，刚就像你我对你对当年门他都，刚几当年没把那这都对上是不然接着，刚对让人，刚对让人那有门呐，像我又不是接着接着让人，等等像我到忙都对上是吧？是得跟，刚对我忙对不了，对上是吧？该有那对那当都，对中文接着对你对那么接着啦，然后碰不那那忙对不了，对上是吧？噶里样没得，刚进茅坑又闷呐，地那脚头，你二零那，你二马云不了，你二零八进门就了，你二零八没把爷，对上手把这样没，二零八你那咋了些呢？刚进天娘山你得没把你上，对上对你二脚头得，刚进你二龙啊对那龙山里有闷呐，大哥我嘞刚没把对上我嘞，有热干呐，对头你二龙八不，那把跟进东半年的东边进是。就是那东西知道了，那都不让你了。东西讲，我们就对，我们东西讲，我们就讲，没下讲。你当你们没下对，我倒比东都就不了下。他当们到拉索，这一栋拉嘎拉有的，他当他们拉索，这完到那嘎拉有的，刚是对上手，有的钱怎么都不总结了吧？对你们对吧？拉没钱那多。都不如些的人心情的痛啊的上几年的那有多几些有多几个没多几三班大班你们接着刚到上级准备上再把没把准备吧准备你把这个呢你得上手吧他们同门接着得上手臂让人呢刚得呢准备让人呢也能得上手臂让人们呢准备让人没天上说把头发洗下，戴了头饰把女婿，三年八五，多少些当，怎么那么到的多，跟着多了凶了，送这个他们都甚至老天半年里，跟他们中，养的。刚到这个，刚到这个门道的巡逻，巡逻去了，巡逻了，对你们中，对多少人里面对，对是你们。杨大哥没得得个有没得没你的那今儿个能这把没得没牛毛南京呢有没没这今儿个牛毛得到更给人的这样这把有马人能干没把那更给人牛毛把到有马人让你大心牛毛那么牛毛见了而南安没得让你大牛毛见了牛毛那么南安没得那么的甚至老让人来的有马有门呐，对他们这个甚至老天的牛毛，刚到眼了，随着这把当，这当瞧到，而他们这个呢是天多瞧些当当，他们给那银白了我，随着这把当，这当瞧个，个些的，这些中间大把当，没见么那么着吧，也没见米，几位几大把，几位大把当，所以你着吧，得到了。对的啦，这个把当的嘛，这个把我们叫我们养的橄榄叶子，刚来天天这个把些，我都把它都，
Nyumen gyar dunga mar du yo mambe de yuzhar dukban tat ma yin na kanla tenne mar duk bar ag dobar shiawa dukban na mar duk mar tu yon mambe de yuzhar mar duk tat ma yin na dukba yo ba ma yin na do chuk yo bar kalan gyar mar duk yo ba ma yin na yuzhar dung yo ba kalan gyar ka tenne mar tuk tuk bar ji ter tern zamba lo yin na tongla mar tuk yo mambe zamba chir tar lo ba yin na ka tenne mar tuk tuk go ji ter tern zamba lo yin na tongla Mertag bago jen zamba ana chert zamba chertar logma yen kangin zandan zin kang dan zamba podan kang zon va tamche de ni ver jevate ten zin bala yoma yen logba gam yang tag nyetan zamba yoba ma yen na kang la shin chug yo je kang la shin chug ma lo ba shin chug lo de gerwa la shin chug lo dan Machete, Shinjilota, Machete, Shinjilota, Mandira, Shinjilota, Machete, Shinjilota, Yerva, La, Shinjilota, Machete, Kanta, Shinjilota, Dernikin, number of Shuda, Yotch, Logor, Nama, Marti, Bachertavana, Yoberan, Yer, Shinjilolernam. Neba shinjilong le gala yoda ngubo dagli mar kir tir zhanli tiva niyo mana dagdang zhanli kyang mana shinjilong zhan gala yoda gartir dagdang zangwa dang dagdang diva yodna na dagdang sandang dagba dang diva shinjilong jima shinjilong ma yin gartir dagdang zangwa dang dagdang diva medna na dagmin mgtsang martag dang dingwar yoba mayan o terter shinjilong gagabay marugbanan gagbar ngir marugbanan gagbar ngir marug gagbar ngir na nandu shilasuk gagbar ngir karte lali nyomu ba kantag ram jinti yot na chertarwa narpungur ngir yoba sijik pungur shid karte lali nyomu ta kantag ram jinti med na chertarwa narpungur ngir meba sijik pungur shid shinjilong tagba rabdub teba rabdub shiba nishir tsaksan bago 中观的这种推理方法，实际上是中观的跟我们一般实践的一些逻辑有点不同的。实践的逻辑也是可以观察万事万物的真相，但它得到的真相呢是相对的一个真相，而中观所驳斥的是，不驳斥呢，实际上是在万事万物当中就是找不到一个真实的、实有的。 或者说绝对的一个实相，那么这种绝对的实相呢，我们中观当中有很多的，比如说，有之有的缘故不会产生的，无之无的缘故不会产生的，有的东西呢，因为有的缘故就是它没办法产生，无的东西呢，就是因为没有的缘故无法产生。表面上看到好像这个就是这样比较简单，就怎么回事这样呢？有也可以产生呢，但实际上如果真正 一个法，它有本质上的这个体性的话呢，那就是有了以后呢，就是没办法再产生。还有我们中观当中呢，就是经常这样这个一意多因啊，你一意多因这个推理啊，就是因为一切万法呢，就是不可能是这个有一体的本性。如果一体的本性不存在的话，那就是多体不可能产生的。就像中观庄严论当中讲这个尼因多因的这个缘起力啊。 就是讲的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学中观的时候呢，刚好最好你们就有一些传承啊，还有呢，就是听一些广法，或者说是有一些法师呢，你真正就是听到一些剖析的这种方法，那否则的话，光依靠自己的一种智慧来听的话，那也许可能有些地方不一定特别明白。 然而，在观察过程当中呢，中观跟其他有点不同的，比如说像俱舍论啊、中阴这个阴明啊这些的话呢，可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时候觉得特别这个生涩啊，就是特别难懂，就或者是没办法进行下去。而中观的话呢，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对万法空性的道理呢。
完全是可以通过离证来抉择。抉择的过程当中，越学习越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呢，自己的的确确就对内心的这种觉悟也好，对万事万物的这种觉察，就自然而然产生的，就特别有感受的啊。当然，我们的所谓的开悟呢，就是其实有三个方面的开悟。第一个呢，就是通过闻思而开悟，就是比如说你参加一些辩论啊，经常研讨啊，就是听闻一些上市的这个中观的剖析，就然后自己呢就是反反复复的思考思维，然后抉择，最后呢就自相续当中升起了中观音真派的这么一个无胜，就远离四边八系的一种境界，就是这是闻思派的一种证悟方法。那就很多一些大德的话，那就是他学习中观，学习移民，就完全是依靠自己的智慧来进行抉择，最后呢就升起不可退转的定界，就这样是历代的这些大德当中也有。现在的我们一些文士派，也就是说初学派的话呢，他完全是凭自己的智慧，这一点呢就是特别适合我们现在的有些学术界的人啊，就是因为学术界呢他是有一种理性的智慧，他不太承认就是感性的，而且尤其是西方的这个思维方式呢比较这个适合，就是他们都特别什么事情都是要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就为什么不能，为什么是这样，就是所以一般西方的那些人啊，就是你们去了西方的很多地方都知道，就是什么事情都是为什么为什么，最后都是很累的，就是我说是你天天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就是我也想所以有时候像这种的话呢，就是通过文思啊，就是完全是依靠智慧来就是抉择，这样的话呢你就为什么最后为什么就没有了，就是为什么我证悟了，就这是有这样的，就这是一种的。还有一种叫这个巧觉修行派，就是那么巧觉修行派呢，就是一般是像那个我们东方的一些大圆满啊、大受益啊，比如说一般这个其实这些都是比较相同的。像汉地的话呢，就是大多数是以禅宗啊，就是禅宗也是一种这个按照巧觉来这个修行的。然后像藏传佛教当中的话呢，这个我们里玛派的话呢就是叫大圆满，然后萨迦派的话呢就是叫做是这个能力无二的这种境界，格鲁派的话呢就是经常讲这个大中观，噶举派呢就是叫大树影，还有我们觉能派的话呢就是叫不坏明点呢，就是各自不同的有不同的这种名称啊，像禅宗的话呢就是经常讲明心见性呢等等等。那么这样的这种道理的话，完全是依靠一个清传上师的这个巧觉来这个获得证悟，这种是一种实修，就是他不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的一些文思啊、辩论啊，就是天天都是为什么不需要的，就是就得到这个巧觉以后呢，自己按住，就是自己寻找内心，就是然后观察的过程当中呢，自然而然这个觉悟。还有一派的话呢，就是叫做什么呢，就是这个加持荣辱的这种教派，就是也就是说也并没有得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窍诀，也没有经过就是长期的一个闻思，但是完全是凭自己的信心，就是一心一意的祈祷这个自己的这个某一个上师或者是本传上师，就像我们上师如意宝就是以前那个祈祷门方仁波切啊，就然后后来呢就支持信心读了一万遍的时候，那就已经开悟了，就已经开悟了。所以这个是很多的这个上师啊，很多的上师的话呢，尤其是我们尼玛巴的很多上师的话呢，就一味的祈祷这个上师，就是他巧觉的话呢也可能得过，但是并不是这个实修为主的。然后逆论的话呢，就是也并没有为主，就是像我们中观的话完全是一种逆论的这种开悟，但一般那个就是祈祷这种加持这个入心的这样的派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完全是凭自己的信心来就进行祈祷，最后呢就是上师的加持跟这个弟子的信心融入一体的时候呢，就是那么突然就一种这个开悟，就是这是完全是我们就是经常这个对上师的一种这个祈祷啊，就是这是也是在藏传佛教当中呢，就是确实有这么一派，就是包括这个全智无故光尊
择，支配光尊者，然后这个偷冠如意宝和商业是如意宝的这个传承当中也有，还有藏传佛教的其他的一些这个教派当中也有。莲花生大师也是在曾经有关教研当中也说，就是说是我的这个弟子们的话呢，就是不仅是要闻思修行，但更重要的通过对上师的祈祷呢，就而这个证悟啊，就这样的现象非常多的。所以我说我们就是现在讲到的这个中观呢，其实中观用一种学习这样剖析以后呢，就是你也会这个认识本性呢，认识本性呢，每个人的都可以。所以我们很多人呢，应该这个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特别希望就是学会祈祷啊，学会念诵，学会除了理论以外的还有一种这个价值，还有一种就心性来得到的这种这个觉悟。否则的话，你完全是像西方派的一些，你们有些可能是到西方留学过啊，或者说，对这个西方的一些受影响的话呢，全是有一种这个思考和辨别和辨析，就这样推的话呢，短短的人生当中很难通达中观的教义。啊，就是中观的有些教育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是，当然一方面我们分析，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分析啊、剖析啊、智慧就观察，这个很重要的。但更重要呢，就是对上师和对本川的这种就是祈祷啊，就还有呢，就是我以前得过的这个大圆满呢，就是一些密法也好，中观也有他的一些菩提心的修法，就中观的一些空性修法，依靠这个窍诀来实修。当然这个实修呢，刚开始的时候你心静不下来，就是很困难，然后实修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是才可以入于状态，就入了状态以后的话呢，那在实修的境界当中也是不愿意就是出来，就是这也是一种必然规律。所以我们学中观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希望大家还是要努力吧，就是如果没有努力，天天的是特别散乱。我们现在学会当中的有个别人呢，完全是为了听一个密法，或者是为了就跟别人面前就是过一个心事，就是其实这不是很好的。作为佛教徒应该把这个闻思修行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在人生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来对待。否则的话呢，就像跟这个单位交账一样的，就是就马马虎虎的，就这样不是很好的。我们既要化这个事件的话，大家应该踏踏实实的，应该去修，不管是修哪一个论点，修什么样的法呢，一定要有感觉，有感受，有了感受以后呢，才得到这个价值，以后也不容易退转。否则的话，你没有得到干涉的话，即使我们学院里面待了很多年的话，那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光在这里呢，就是天天，就是这个学院就是供在的时候，就是天天就是喝稀饭呐、啊，就是就心已经关注在这个供在方面，就是吃的方面，就是然后，就天天的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可能不一定得到就是藏传佛教的真正的教义啊，就是那么如果有些真正修行人的话，那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僧面法会的时候，我也建议你们就是以后弘法利僧的这些的话呢，就是包括救本尊的咒语啊，就是这些的是应该你们自己发愿，就是我不是强迫的。原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每个人都是每年都是念10万遍以上，就是这样的救本尊的这个，因为他救本尊的后面小子里面也讲是三就九个本尊的综合咒呢，就是就念个10万遍，就是所以说你们这个有些年轻人的话，以前也没有见到过法王，就是然后学院的可能开慈铭法会的内容也不是特别的这种清楚啊，就是15天每天都是喝稀饭，就是那么这就是我的这个开发货的最主要的目的的。然后有时候发一点什么这个饼子啊，有时候有一些吃的的话呢，就是这个抢着就然后就得到以后就是啊，今天是什么菜啊，就是今天是有没有包子、啊、有没有馒头啊，这就是我们有些人就是像获得的洗涤，对吧，就是救本尊的洗涤是一个大大的这个馒头我得到洗涤了같은 데도 경우는 남 정원에 전 집에 매던 법법된 법 집어도 틀라 매버 타라는 열 법법된 법 집어 지금에 배용 쓰지도 않고 뭐다 공방공도 시작하다 답변 여러 마연 어때도 여봐 마연 배임 제발
因为有把门南，这门南这样的没得，一百多年有门的，搿的几位刚是个接的，这东边那给的没得，不不，等把那没得，接了，但比去年有嘛，有那就能，就能跟的有门呐，上几只的有不能接了，这个东北人嘛，那工作上让侬把，那浙江这边有把当，就嘛人把去年当，今年把一他年那跟那让侬把，西北人那跟那让侬把，西北跟那让侬把，西北人那得了西北就近那，当年工农当年的。当东西都嘛多吧，当这些这些，我们把衣裳的南极秋天吧，对吧？你来养这个天南极的工作，对吧？到南边东的，对吧？我刚到对吧？对你那南边那边，南边的东，南也南边嘛，西吧的东上极端吧，那咱们对你那么，西他人了那么对吧？南边东的东门你，南边东那么多吧？你们对吧？东门就，东边你了对你是，西边中东朋友就，就是只能从你的这个，另一个你个这把钱，确实就行。别觉得，像我们原来那个学这个中观根本会来的时候，那个学院的房子很少很少的，到处都是空地。那大部分人今天呢，特别听呢，就准备了都弄不能接受人，就那他人接了呢，东莞人呢他妈人，就那东西怎么，从东西别更多的，更多的啊，门太多，更那东西，融化掉了，他们就融化掉，更那东西没融化掉了，他们就融化掉，就这种人就用的。干了有生就是是吧？咱们不用心的，但你基本上接受啊，现在改成我不让心的，又把几次大学那对咱那弄我不那么一天。没本事打，觉得这位当了今年当皮不薄的，皮薄当第二当了胳膊当，这位样弄弄不起，顶着这人中华岗，顶着东半年都晓得顶着，顶着多吧，顶着我们南面喏，刚好是顶着马云白，中国有不马云喏。原来我那个有一个叫堪布高巴奇，他有个长长的胡子，他经常喜欢用的。工作嘛，对不起，东京毛多吧，中国有帮忙用的，对不起，东京毛多吧，中国有帮忙用的，对我恩德很大，中国有帮忙用的，给对东京毛多吧，中国人，中国没讲几把，没得，怕不点把几把，都觉得没把他们接的。我当时夏天好像96年，出去那个安居，就给他们讲课去了。后来发完《如意宝》穿的很深的一些发，回来以后心里特别不舒服，然后马上去找那个高巴堪布去听穿针，然后堪布给我穿了。后来90年的时候圆寂了他，原来跟发完一起去那个市区的他的同学。等正常中完了，等下又把这橄榄节了，没当冬日工中吧。等着上学呢，有的嘛烟呐，上学来呢要闷呐，这就热不冻中人就是，就是冬天弄些啦，工中要把麻烟弄，等下上学期要拿，过把要把麻烟弄，上学期呢用那把，过把那弄弄不着，觉得懒得上学要闷呐。俺那让人呢有那那工班他不然门就弱，这得啷得关系呢？具体让人有嘛样呢？刚才等我们工厂的，过把要把马云弄，啷几等我们过把呢？刚脱不人家了，弄，干得让人急，干得让人急，那用这些把马云那这的，对那这的用钱就是让人那把马云那么得人到那全年级放到我们的下当，我们只有一大个讲用些人的门洞哦。让心用心怎么办？这个让心你呢？多把多把忙把干完吧，今儿等多把人你把人叫人，这个没那么只有你没，这个没那这门那几把刀剑有门哪个的？几个刚子个接的，这东门那跟的那没得，怕不等把那没几，那没别，但比之前有嘛有那就能跟的有门哪？上级今儿等用不人叫人，就几层就想就。马丁巴良他人家的聚集想去上级了，马丁巴良他人家的聚集让人家呢，上级们把更硬把想去吧，想去写了咋了想去托们家人该让去当全门把男人这边门家的对门都把他聚集有让人来留下。没得，就当出门没本儿样，这位叫了有本儿人家了，就当出门的金枝，就当出门金枝为，这位有把有的门拿，这位有把有的买人，就当出门的金枝为，这位该得叫了有的，就当出门的雷兄为，这位今儿得了东巴东巴人呢，等将这人中华也东巴人老东西吧，老东西个，今天。
年穿衬的时候，如果你们自己看什么其他书啊，就是这些是可以的啊。中华美将军把没得，刚一个碰到古巴了，你让那边人接了。中华美把头发没得，才把啊没把头发没人胳膊没接没，对了，你让那边人觉得，人家你让等我，满那儿干什么？他你他那边人接了，干等这边没把业务不，有把马云咯，干等你让对吧？那干等你让对吧？那你让对吧？你嘛。但是年川镇的字一般是不念注意，就是书里念注也不拉，就是看书可以，就习惯上是这样的，就专精了也不用，就是这是你们以后可能念川镇的时候要学会这些，对吧？你们这边你们的五部地方学那个吧，让你刚要把改天你们得有那几十人地方地点门呢，五部天的马上把中华改天要把马云弄改天你们的我们呢，不能看电影啊，就是听川真的是，我们学院倒没有，但是外面的人，我担心边看电影边听川真，这是很可笑的事。我们这都是中文界的，刚来明的我们呢，对了，我不有马云，给他明的我们呢，这都是明的，对的们呢，跟这个对的马云比，我们有把马云弄，我当中主要我对。等他们几人几人更严吧，等那他们几人几人慢，你看对吧？刚把中华党人举报，到时候帮我准备个资料多，对不对？你看对吧？那我不。门把我们的门呐，搿点娘对吧？那我懂我们你啊，那我懂我们没把到他人家那爹妈惹，搿点娘对吧？那我懂我们你那娘对吧？矛盾嘛门呐，爹你爹你严学罗，这点娘对吧？那我懂我们你那爹娘对吧？你妈些我懂我们弟些你的这点娘对吧？那我懂我们你爹爹你谁了谁有那那那话当那门把当我们我不没把娘对吧？刚端把我们没当我不当这那爹。那这边，你这改天明对吧？那我部门，我部门那那我们那我们那我部没门子，刚一天那对门写的中等的，中等我那我你这那又不是我们对象的，没多几件，你干嘛？你们的几件我们弄？你们这叫忙工呢？中等的那几件，把有把门把对象的没多干呢？你干的？你们的几件忙工呢？그럼 년대바다개발정수요만년대방코랄이개발정수요만년대방강인바되는코를하인데대니개발정수는신도차가근요바에강대판증다저당도바당으로따가당년대방심타당흥원님탈락된바이공보탐지동화람타입반他们这样，他们他们就是把他们他们那把这顶级奖先有那多半年的，没多少奖，多到没多少你敢当，你敢们把这几个人呢？我们把他们这年月的热，主办年月的热啊，在上几天呢，刚得刚死了刚全家麻烦多，你看人家把多半就下来得了，都是把你杀人啊，把我骂了个吧。马路这边这边，现在刚进地方，送有的吧，我们这边刚迎的，来的哥哥，罗尔些子，都是见了嘛，南边些，罗尔南边就不能接了，南边几百几接了，那芒当村的接不了，接了芒当村的接接了，那经济只能中国人接了，经济只能等你是十八栋，等中国人接了，芒当村当暂时的，等等你几万块那得，得到芒当村等，那南边几百几人接了，芒当村当南边些碰碰地方刚迎吧，等了。热巴热的嘞，做了广东穷人，接着做了经济这边的，这边东的这边，这边接着这边接那年人来了，南边就把年来了，接着年来有那零八部这边热的，穷人接着改天年人来没那，主人接的那什么接着这边样了。
这边用的彭博人啊，这边来的接人接人，感谢党的娘的，每个人都批，等个的，也没得当吹吧，那么得当接人接，那么中得得得等个彭博呢，把这，都那么中国人接人，可是咱们都是得得这种，基本那么多么些的，得些人们去，一百亿，开门得你那么同路人就马人，忙个人接人呐，那马人个不人接人呐，都是那么讲中嘛人接人，马人个不人接人呐，那一百得你，准备说得这个得能更接。대비대남정원은여러저대는만도도군대남바검정바대니또는마인나대는덕도인저냥바여러렘바타바인저냥여러렘바마토바죄지도는강인바여러렘바마토바더요바는마더더마인비제마인시비제니여러렘니더인나죄지도나메바예는여러렘바덕만남정화도는지바만니여러렘바지르는저냥여러렘바인버는저러도는여러렘바레어잔든타바마인데카르테어잔林们的江总还有那种的热热的的林吧林人们呢这是林人即将们呢等了你们人们那没办法的对吗对比地呢那么中小的我们的都用这样的中华党的领导人呢马云诺改定的那些人呢对面把人中国人觉得对人对能理解对人对能理解呢对吗就有人的这把人的中华党人际批评那那那人际诉诸中华党对了说吧他的人杰人叫啊妈妈叫啊林叫啊的人都拉去的他的人杰人等的西北人杰人等叫啊我们金门白人杰人对的等他们叫等他们叫你个你个你个马云白人对吧他把马云白对等他把马云弄毛的呢？人种责任，中国人责任啊！们责任，这些干的都那，这批的都从不，因为干的、拉的、么的那，这他那那，当然责任，那么今年都，责任，当然基本没事。如果干的拉了，像那那，这他那那，么当然干的他们，目前那，今年他都不让们责任，干的，手机拉人拉人拉，手机拉，手机没人们责任，当然么当责任了，这都是把马云弄干的。特别没特别，你看这边人呢，人呢特别嘛，因没特别嘛，那这边人呢多吧了，该的更更呢，该的贡献更多，逐渐的吧，这些人过了同辈吧，人呢等于有嘛。因为该在特别人干没那没得干，这个人不然就是特别当那没得吧，第二十人就是话我，你说我该等几天他有那几天，爬入几多人就是该等几天他们那几天爬入几多人就是，刚说我不那么几天，当那没没过当中，对不起，他有你当那他们你讲没这个说，该在我们这这就是讲碰碰的了，等于是碰碰的那门就是那第二几天他有的就是，该在我们这个讲碰碰了那等于是碰碰了那门中呢。되는지금타면결을갈때쇼지금타였나쇼지타는몇번은결을지금타였나지금타였나타면라대형을봐마요노저들은열뭐어떤조직남은지금은결을조직남은민직이나대일단나는모르겠어저들저들은니르랑와쇼지금남은지금은결을쇼지금남은지금은결을대일단나는모르겠어갈때타였나가든타연타미바니가저버는저나는타연마연타미는저버는저안도바라가연앙보탐쳤다가똥바녀실똥바똥실똥실딱라똥실딱라소타와강다강도강라나질리근덤종은결따와지따와딱바지샤바테랍듭시바니슈덤바고这里说一下啊，有一件事情，我们学院也好，还有我们学会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佛教徒呢要重视的有一件事情是，
我们现在在弘扬佛法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应该有一个种三窍方便啊，就这个很重要。三窍方便是什么呢？各个地方的那些负责人的话呢，应该要会做人做事。就什么叫做人做事呢？首先自己应该很努力的要做，不然有些负责人，如果你没有特别的自己好好的学习，自己没有很好的去管理，这样的话呢，就是你本人也是可能就是有一些过失的，因为你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下面的这个事情呢，就是没有承办好的话，一定会是有一定的责任。如果做好的话呢，就是这些负责人就非常功德。所以我们现在各个地方的负责人很重要的。如果负责人是非常爱学习，爱管理，而且不仅仅是爱管理，会管理。这种管理呢，并不是是以国王式的管理，应该给大家一种服务式的管理，这个很重要的。如果完全是以这政府领导的口吻一样的，就我就是军人，我就是君主，你就是仆人，就是以这样的眼光来对待的话呢，那就是很差的了。啊，就所以我们各个地方的有些人呢，就是特别有善巧方便。因为一个地方的两三个这个负责人里面很团结，然后呢，大家好好的去弘扬这个就这些知识的话呢，特别特别就是整个这个地方呢，就是气氛就是相当好，除了学习以外，不会有什么是非啊，不会有什么矛盾啊。当然有个别地方的负责人也就不是特别的这种能管理，下面的人也是那种这个就团结不好，心情不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觉得好像佛教团体不如没有好一点。世间人也是有时候，这个也他们还是可以说是非常和谐的啊。我们有些佛教徒，我经常也讲过，就是我们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呢，就不要跟那个这些刚刚入门的这些道友啊这些呢，就是就一味的拍子，一再给他们讲戒律，这个是很不好的，对吧？应该包容。就刚开始来一个新来的居士，比如说来这里就听一趟课，就试一试，就是我看这里学习怎么样。然后这些居士呢，就是说，哎，你不能戴帽子，你不能这样坐着，这样坐，哎，你把专精力不能放在这里，手不能自己稍微动一点的，马上去跟他讲的话，很多都觉得有点讨厌，就然后就不想学了。就这个是我们现在很多这个佛教徒，我知道你比较精通，就是这方面啊，转经轮应该不能放在地板上啊。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就不要特别的去制止，慢慢他们会动的。所以我们特别不会三巧方便。我们佛教呢，就是刚开始讲不准。然后基督教的话呢，就是刚开始就什么都可以，就没事，你只要进来，给你吃的，给你喝的，给你帮助，给你药，给你什么就是唱歌跳舞爱情什么世间人喜欢的东西给你。对，我们佛教都这个不能，就不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不能。所以很多的这种有佛愿的，有三根的这些人的机会呢就没有了啊。所以三巧方便，有些各个地方的一些佛教徒，我们现在呢就是不担心，就是佛教徒这个少了。就是以前我刚开始的时候呢，害怕我们这个佛教徒最后都没有人了，就是但现在好像这方面的是不管各个地方的策划，我们就是不会撤的，就是应该是可以的。但在这个时候呢，尤其是我们学藏传佛教的人呢，还是要在行为上要注意，同时呢，我们也应该把一些正能量，就是真的智慧和悲心呢，应该弘扬。否则的话，有个别的一些法师也好，政府官员的话呢，也许可能有嫉妒心呐，就是口口声声的，就是说是啊，这是假的活佛啊，假的上师啊，就全部的这种这个对准，就是他的这个最锐利的这种武器的这个剑呢，就是对准到这个藏传佛教。有些是受到了一些市场上的影响，就是对他们的个人的这个摊子啊，个人的这个一些市场呢，就是受到一些影响的时候，人一般内心当中有一些嫉妒心的时候呢，也会有。所以有些时候的话呢，根本没有这种过失，所有的过失都全部架在这个藏传佛教上。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藏传佛教的这个佛教徒
徒呢，就是你虽然不能以牙还牙的方式来给他打架吵架，就是没有必要的，但是用真理来就是叙述，就是这个是很合理的。就是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呢，就是看到这个，就有很多包括一些官员呢，就是口口声声的是就特别看不惯，就是但这个从某种意义上面是理解的，但某种意义上面呢，大家应该并不是是别人所说的全是正确的，有时候啊，就在这方面的话呢，作为这个学习藏传佛教也好，学习汉传佛教也好，一方面就是大家应该非常的包容。你看我们佛学院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佛学院的话，不管是汉传佛教、南传佛教、藏传佛教，都可以来这个学习。来学习的话呢，我们这个坛城的这个标志上的话呢，有就全世界的各种佛教的就是这种标志呢，就是全部佛堂全部有啊，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啊，这个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也是各大教派都有。所以我们的话呢，一般我们的这个学会当中呢，就是也是有各教各派的一些法师的这个弟子啊，就是他们都是也是在学习，是我们这边这个学习，也有这样的。所以我的意思呢，就是一个是要讲一下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状况，大家应该要用智慧来抉择，我们毕竟是这个有智慧的人吧，就是大家应该在这方面讲。还有一个呢，我们在弘扬的过程当中呢，就是现在非常有必要，就是在这个学校里面也好，在这个企业当中也好，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团体当中呢，以这个传统文化啊，就传统文化弘扬，就是包括我们以前讲过的一些什么弟子规啊这些，以后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呢，也可以讲一些什么大中这个大学啊、中庸啊，还有这个论语啊，包括这个孝敬啊，就是这些呢我也有兴趣，就是包括这个菜根谭啊，就是这些里面的有些内容的话呢，我们佛教徒呢就是也应该就是可以借用啊，就是在学校里面也好，在家长就是有些是只信这个传统文化，但不信这个佛教。其实佛教都是传统文化，应该说是就我们这个道教和儒教，就是也就是说佛教啊，就是儒家、佛教，就这几个的话呢，就是应该是根本的这个三大传统文化。那么我们应该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呢，就是大家也应该弘扬。现在在某种意义上面，我们现在在这个传统文化的弘扬方面呢，还是在各个地方就是跟以前有很大的这个差别，有进步的。然后同时呢，我们对这个大学生的这个教育啊，大学生呢不一定要讲这个佛学，就佛教，但是呢可以讲佛学啊。就我也就是这多年以来一直爱去学校里面。我去学校是有很多的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些秘密吧。我现在也是就我以前去过的一些学校，很多都是好像就没有重视，就是后来我今年呢，就是说我去的这些地方的话呢，还是有时候很不容易的，以后不知道有多少人这样可以这个去的，就是也不好说的。所以呢，我这个一些方法的话呢，就是主要是一些传统文化和一些科学文化，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的东西方文化的一些道理吧，就是拼自己的分别年代，就是然后呢组成这个文字和语言，就是给传递给大家。所以我现在每个礼拜就是这个礼拜六的时候呢，就是当天就是大家都有一些这个事件吧，就是不管怎么样，有些都给我，也许是好话，也许是真的，就是从开始到一直呢，就是一直都这个听下来了，每次都是最多是两个小时吧。所以我的话呢，就是以前就是做过的一些的话呢，应该自己也向这个分享。就分享的目的呢，就是并不是说是我们对这个某个大学就是很感兴趣的，但其实大学的话呢，对现在就是很多人来讲是它还是有一定的元气，就是有一定的因缘。那么通过这种因缘来，我们把这个佛教的这种教育是怎么样，就是理解在全世界的各个高等大学，他们的老师和他们的学生呢，
对这些是怎么关注的？可是我们自己是怎么样？就是有时候我想，在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时代当中的话呢，也许可能这种方式是应该是非常是个适合的啊。我也原来说过，就是你们这个也许我现在我不是副藏大师，但是我的这个分别年的副藏大师的副藏的话呢，就是应该在大学里面就是讲，就是有些所以我又非常这个我自己发愿的话呢，就是非常平淡、非常简单的、非常世俗化的一个用文化来，就是让这个就一些知识分子的相续当中种下菩提的种子，就是我的目的是这样的，但是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有限。不管怎么样呢，我也希望我们从现在开始的话，那我们的这个法事啊，就是一些居士的话，那就是也应该进入这个大学啊，就是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企业啊，还有我们包括一些监狱啊、戒毒所啊，在这些方面的话，那就是大家应该发挥出自己的这种智慧和慈悲，就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大家都共同努力呢，应该是在这个事件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有机会的啊。就是如果我们大家都就是特别特别的畏缩啊，就是就很害怕，什么都不敢，就是这样的话呢，短暂的人生啊，自己也没有好好休息，也没有把这个真理呢就是传递给别人的话呢，非常可惜。所以今天讲中论的这个通识啊，就是我们以前讲的是100多堂课，就是就听了一节课，你们这次是听3节课就全部完成了，应该你们还是很不错的了。如果全部不能背诵的话，就前面的这个2个偈颂和最后一个偈颂比一定要背，就是这样的话呢，也算是你跟龙母菩萨结上善缘啊。这个每个人都必须背，就是哪怕是90岁的老人也要背。今天凡是听我的传承，只有3个颂词，对吧？前面的这个颂词和后面的这个颂词，对吧？包括你们，这些藏族老们懂不懂？不知道。我呀，跟个能追年中，当这朋友写了，当把全的动作把过冬带了相册了，我嘛早写了几些，他把全部。Чуо мгумбара намбара вжагба тун тамби те конани яндагбар тунба шерибди барудов шинби циргсару шеба лугундагни чембо баба хлыджу мунчук бийм кембадан циви тюджедан дамба девжан шагба табавлана меба циргсару шеба рабда габиса джебне дева джанди яндаг шагба Jigten ji kam dan wo ji xia war de zhong shi ba yi xin zhong ne wo ji xia war en jie bei za ba zo zo wang ji dan bi nga de ge bo chen bo la zan bo ka long ge ye ge ji kam bo chen bo wo ma ba jian nan ge ba ji xin ji lo za wa ge long zhu ru li jian sen ji jie zhen ji de tan la ba ba Да, рабто же ба нижер цавдан ба шурога в жибге в жибче штага ю 449个颂词差一个颂词就450个颂词龙菩萨应该再差一个就比较好了в жибге в жибче ца в жибче в жибче цага вамбо на все дан нисы ши со лати качи ги чонгир Kachi chongchir wiji pong, zilog gongchir chen pong me hui isi, kachi kambo si hasi macha tang, waji javgir ji loza wa, vatsip nima chak, vatsip nima chak, wama nengi ruchong lan ye shi shi, vatsip nima, rishan lan shi, jiu shi, jiga feichang yuming. Mi dhagbo, bhagba li, gerang la, jirwa, cixir dang, tenni, juba wo, la ji rasam, chirnang zi, chirnang gengak zilog gongchir, yagir jim kambo, Gana Gatang Lozawa Tengi Ki Jichin Yide Jichin Giba Wo Jiwa Ganda Yangda Olama Adam Brahmi Chuji Kwa Lolong Shani Sadang Lamji Yangda Rabzong Nung Dur Jem Shengku Kumbu Nirta Shogu Shansub Sim Chok Rumbo Che Mas Jiba Na Ki Che Jiba Nyamba Me Bayang Gong Ne Gong Dung Per Shogu Dung Mung Kumbu Rang Shong Nandra Nyala yerme jibu gozir gin, janan kuru mamba mali ba mnyam nyam, dechen yansa jivaram zozo, domun gumbo rongshan lindab. Nyala yerme jibu gozir gin, janan kuru mamba mali ba mnyam nyam, dechen yansa jivaram zozo,
红多门公婆让生产这边娘来，也没几个儿子进城了。可能我们爸妈里，娘没有得钱样子，有人做的啊。这次我传了这个中观根本混论，希望呢，我们每个人以后应该用自己的心性和智慧来，好好的学一学中观根本混论。同时呢，多祈祷这个龙婆菩萨。就是龙婆菩萨是佛陀真正这个授记的，就是跟我们有非常经传加持的这么一个这个论释啊，就是那么通过这个信心和通过智慧来接受这个法要的话呢，也许这个力度都完全不同的啊，就我们完全是依靠分别念和学术来接受有一定的差别，就这两者有一定的差别，所以呢。这次虽然没有那么长时间，就是我原来像是中观根本混论，最近再给大家串一遍，但是呢，一直是这个，好像现在这个时间呢越来越忙了，就是有点困难。不管怎么样，这次也是给大家创造一个元气，就是念中观根本混论呢，就已经圆满了。就是下面就我们一起回向诵南无大悲唵是如来。Tone nibe jana panche cha tirka nan jira long tuga Tone jowa jowa jowa